这个美妆博主为了爆红，竟然直播杀人剥人皮。这天他正在直播化妆，突然门铃声响了起来，一个黑人出现在他家门口。女人和直播间的观众打了个招呼，就下楼查看情况。可就在他离开之后，黑人从窗户爬了进来。女人打开门，门外空空如也。黑人听着女人上楼的声音，躲进了拐角的房间。女人丝毫没有察觉，继续直播她的化妆教程。而此时，黑人已经潜入了阁楼中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女人突然听到楼上发出声响，急忙起身前去查看，原来是套娃掉在了地上。女人没当回事，随手摆好就下楼了，顺便还关了灯。就在这时，女人下楼发现窗户开了，赶紧去锁上窗。可这个时候，她似乎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但也没往心里去，只是把抱枕挪了位置，就继续回来直播了。完全没注意到黑人从她身后下了楼，黑人游荡在房间里，女人却在热情地试着口红色号。这个时候突然停电了，女人首先担心是直播会不会中断，发现直播正常，才去楼下检查电闸。这时黑人再次出现，趁着黑暗潜回楼上。这个女人正在直播，家里突然停电了，女人去检查电闸，一个黑人却趁机潜入。黑人来到女人的房间，叫着什么人的名字，没有人回应。他又给对方打电话，手机铃声从床底下传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女人已经拉上了电闸，而黑衣人却从床下拖出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是黑衣人的朋友。黑衣人接到男人的求救电话才来到这里找他的，结果男人却横尸在了女人的床下，这可吓坏了黑衣人。而女人却锁上了大门，上楼的时候冲着摄像头诡异一笑。黑衣人慌忙把男人的尸体塞回床下，打算跳窗逃跑，却发现窗户打不开。他听到女人上楼的声音，只能先躲进卫生间。女人返回房间，拿起床上的抱枕摆在桌上，原来抱枕里也装了摄像头。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。 This is the fun part that I'm sure you all will love. Make sure you watch carefully. I wouldn't want you to miss a thing.他给自己补了个邪恶妆容，拎着锤子走向卫生间，黑人却突然冲出来，推倒女人逃走了。女人泄愤般砸烂黑人掉落的手机，接着对着摄像头说了一句，就气势汹汹地拎着锤子去了阁楼。这个女人在家里装满摄像头，发现家里有人闯入，不选择报警，而是拎着锤子准备干掉对方。女人在房间里四下寻找黑衣人，黑衣人拼命拽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这时女人出现在她身后，直接把黑衣人撞晕，再把她拖到客厅，拿起锤子对着摄像头讲解，不弄破皮肤的关键在于使用钝器或者直接敲后脑勺。接着她把黑衣人翻了个身，抡起锤子砸了上去。镜头一转，女人已经向观众展示她清洗好的人皮，并且表示有什么不懂的就去看她上周发的视频，可见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。这个时候反转来了，黑衣人醒了过来，他一锤子敲晕女人，再次尝试从窗户逃走，反转又来了，床下的男人爬了出来。原来他和女人是一对情侣，这两个人简直是一对变态。男人负责引朋友上门，女人负责动手，这一系列操作可谓是十分熟练了。最后还向观众展示战利品，用人皮做成的面具。这部影片是在映射现实中那些为了红而不择手段的网红吗？